主席、各位同仁，本席与翁金珠、陈礼飞等19位委员临时提案，鉴于因旅游业者网络标价错误造成或过低而拒不履约，造成旅游纠纷不断，特别提案要求观光局针对旅游业者针对网络交易部分严拟详细规范，避免交易纠纷，以保障消费者权益，是否有当，请公决。本院委员黄伟哲等19人。